迎收看守旧戏 Free Fire 玩火车去，我是你阿斯，今晚的是 Free Fire 的团队突袭排位赛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拼我的排位赛。那这一季呢，试试看，就慢慢打到传奇吧。如果没有遇到外挂的话，如果有遇到外挂呢，而且很常遇到或者是 bug 的话，我应该就会立即停止不打排位赛，因为我觉得太麻烦，遇到外挂 bug 就花更多时间，很没有游戏体验的感觉啊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 ，Let's go。零比三的，完蛋了！我看一下啊，队友要加把劲啊，队友再不加把劲会很惨啊！买个香菇啊！好，我输出一样是最高，击杀也是应该也是最高了。队友啊，加把劲啊，靠我一个人没办法啊，他们是四个人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至少其中一个队友加把劲啊，才有机会啊，不加把劲没办法啊，该救的时候要救啊，不该救的时候不要硬救啊，这样很容易输啊。来，我看一下啊。直接到最左边的啦，不管了。有一只过来了，让他直线过来。给他帮。左侧楼上有一只啊，看到了，残血，我后方有人，他在左侧，不是，还有两只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先拉血，他应该会被毒死啊。Double kill， 这边一只，大残血。Double kill， 在里面，出来了，看到了，他叫凝胶了。两只，一只在哪里？我没有凝胶。有人跳下来了，楼下。哎，等下。OK， 直接一个浪三拉一啊，各位，再来吧。我只希望队友可以再加把劲啊。队友如果因为这样。资源不够力的情况下，其实说真的有点难打，所以队友要再努力一点，加油加油，要靠个队友啦。虽然说人家都说，团队突袭基本上靠队友不如靠自己，但是毕竟对方人多势众嘛，而且他们的站点点位其实是懂玩的，但是他们枪法其实我们都还算有机会可以 PK 过去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，只要队友努力，肯努力，肯冲，也不要太冲啦，当然。就是一个战术冲的概念就好了。右侧没有人，起码我现在没看到人。我先拿凝胶冲过去好了。有人，有人。好，一。First blood。让队友舔包。没，有人。后面应该会有人来偷，我先拉血。等一下，他们那边很多人是不是？那我绕这边好了。楼上有人吗？目前没看到人。哦，有。睡睡睡，队友终于，队友终于醒来啦，队友觉醒啦，可以。来，再来，我们换个。可惜是没有 Scar， 我比较喜欢 Scar。好了，长眼巴也行啊。队友给我凝胶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我顺便买个三甲香菇，那应该差不多了。然后步枪子弹，看有没有队友需要丢一些。然后配件，
AK 啊，看有没有人需要啊。AK 应该是，如果队友没有钱的话，应该会想要。不想子弹跟配件的话，也是 OK 的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往前冲，打一个手势吧。没听到脚步声。楼上，在楼上。他们放弃了。楼上有人。等一下，队友太急了，队友太急了。等一下哦，一定有一个在楼上啊。看到一只了。哎。啊！哎，跳不上去啊！可惜，算了，丢手榴弹好了。哦，有了，队友打掉，他们是打到放弃是不是？他说哦，怎么那么凶？所以先放弃了一波。啊、他们都打到刚刚三比零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次先放弃的呢？是不是刚不小心太凶了，吓到人家了，人家放弃。哦，还好的头盔也不错。好，我们再加把劲，已经三比三了，有机会了，再加把劲啊，队友，可以的，我们觉得可以的，这场要获胜还是很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是持平啦，一个平手的概念，虽然说没有跑速技能，有点可惜，但是我们直接冲往上冲吧，慢上去了，果然很好，我先加一颗凝胶啊。他们有人是不是？睡哦，楼上有人。这边有人，看到，来，解决，4-3，吃鸡。一个浪三逆转啊，各位，OK 啦，这场看一下几杀，输出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黄金三，现在还是连胜嘛，所以有两颗星哦，慢慢打了啊、哦。目前只打了5场的团队突袭排位赛，没有打太多。好的，我们这一场呢，直接来一个11杀，输出4400。那队友呢？有一个队友3杀1500，有一个队友4杀1500，有一个队友0杀600。好，600也算不错啦，不要说只有一两百输出就好了。后来队友感觉都像觉醒一样，真的是要希望队友可以早一点觉醒啊，我们就不用打得比较那么累啊。对，好了，我们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的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。然后平天晚上6点发片，加入到是早上9点。有兴趣记得准时收看。然后小铃铛记得呢，请点选全部通知，不要点选个人化通知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收不到通知，可能6天后才收到我6天前 PO 影片的通知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